一门，从在降西降西。我不希望听到有喉咙的声音。通过来是一咪咪，纯正，点咪，有点哎咪。好，大家听到了吗？咪，一母音应该是这样，就是那个字儿是在这儿，一母音，那个声儿是在这里。你要是这样就错了，咪。民族声乐的演员容易犯这毛病。唱美声的容易犯什么毛病呢？不是咪了。民族声乐的演员呢，那个咪太咪了，咪在这儿来了，声音也咪在这儿来了。咪，其实完全可以把字儿放在这儿，把声音放在这儿后边，就是刚才像他这样，咪。来来，咪，很好，我喝了喝，咪，来一个，咪，哎，别，还是一。你看什么唱准的情况下你想的什么呢，你就感觉像一个阿拉伯数字，从这儿开始写，咔一笔下来直直的，就这么一条，从这儿你这写到这儿都有声音。这在音响里边这个高级的音响叫线阵列，唰是给你是个音柱，而不是某一个点。咪，这不好，这是 GBL现阵列的项目。咪，从这儿开始起的，而不是只这一点点啊，这是一母音啊。好，下去。咪。上次我们唱了啊，我们现在说乌，乌母音呢，其实在声乐训练里面，声乐训练里面非常重要。重要在哪儿呢？就是说唱美声的人尽量要建立一个，有些老师提法叫建立一个乌管儿。所谓的乌管儿，就是唱乌母音的时候，你的尤其你的鼻咽腔形成一个立着的管子，叫乌管儿。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no，好像有个管子在这儿插着，而不是 no， 管子没在 no， 同样的道理，这是乌的嘴型，乌乌的管子在这儿立着，哎哎，出来就是这东西，尤其对男高音的关闭混合声特别有效。然后给我一个咪。